但是呢，我每一次都看到那个拾荒的人都是十一二点还在拾荒，然后我就很有兴趣，我就去问他们呢、啊。哎，我听说哈、哦、要起得很早才捡得到，啊，你们在干嘛？这么晚了还不回去休息？那你明天怎么起得早？哦、明天起得早就捡不到了，我所以我晚上就出来捡了。他是晚上就出来捡，捡到十一点才回去的。你明天就算起得再早，你也捡不到，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已经捡完了。所以我就看到那个拾荒者、哦、有一个拾荒者，他推了满满的推车，然后突然停下来，我就从那边走过去，他就停在我前面，停下来，哦，我走过去，他就把他的推车停下来，然后突然快跑，就消失了。我以为发生什么事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看发生什么事，这个人突然消失，你知道吗？就我就看他跑到，他跑到对面马路上的一家加油站的厕所里面去上厕所。他在捡这个保特瓶跟罐子，但是他要上厕所，他停下来，因为这个东西，如果他赶快回来的话，东西会被人家推走啊。所以他跑到对面去上厕所，又回来继续推他的推车。但是刚刚我跟你讲说，我最近在这几年看到的什么，还有人在路边的大小便哈，所以我知道哪一个是台湾人了、啊。那因为我家里哈、哦，去年开始就把网络切掉了哈、哦，因为呢，就是像那个林福建导演讲的哈、哦，因为我觉得孩子不应该有这么多的时间用在网络上面哈、哦，所以我就在去年的时候就常常去 7-Eleven 用他免费的网络，就在做这些资料处理的时候，突然我因为晚上嘛，我们下班回去都蛮晚的，然后在这处理这些资料的时候，然后就看到 7-Eleven 外面十一点哦，有一个人。在扫地，哎，我在想说那个清洁人员啊、就是一般的那个所谓的志工也好啦，或者是算是你工作的清道夫也好，都是早上起来扫的，怎么有人扫十一点的？哦，然后我就出去问他了，说哈，哎、大哥，你怎么这么晚还在扫？你不是你是哪栋大楼的清洁人员啊、这么晚还在做服务？哦，他就说不是的哈、哦，那他也是很害羞了哈，我就说哈，那到底是怎么样？你为什么在那边扫地了哈？而且扫得那么认真？他说哈，不是啦，是因为我觉得这边地方干净的，我觉得很舒服啊。他说他是一个工人，他一天只拿1000块了哈。他每次下班的时候就会拿着扫把到他周边度假的周边去扫地。他说每次看到人家走过去，那个骑楼都很干净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很舒服。哎，我说奇怪，这就是台湾人嘞。然后他就反问我说哈啊。请问你在做什么？哦，我说我是个老师了哈。然后他就说哈，老师好，我告诉你哦，嘿，我没有读什么书，但是呢，我一直希望说哈，有一些有困难的孩子，他能够安心的念书。我有存一笔钱哈，那你可以告诉我，如果说有哪些孩子需要帮忙的时候，你跟我讲，那我会来帮助他。他一天只有1000块，他下班衣服都还没换，他就在那边扫地扫到十一点才回去休息。这就是我们的台湾人。那另外呢，有一次我在逢甲的那个夜市那边去带小孩子去买一双那个运动鞋啊、哦。那个运动鞋很特别，他买鞋子送袜子，然后这送袜子他告诉我说哈、哦，终身保护。哦，袜子有终，哎，真的是终身保护哎。他说，什么样的公司敢夸下海口说他做的袜子是终身保护？然后我看哦，原来是 MIT 台湾制的哦，然后我就说你们怎么讲说终身保护？他就说哈、哦，只要你穿到破掉，就可以来换新的。哦，这么好啊！买袜子你要加买，不买鞋子你加买袜子，这个袜子是终身保护了。那我觉得当然，它背后当然是一个行销的手法嘛。一双袜子了不起200-300块，贵一点的话，对不对？但是200-300块，你穿了2年破掉，你还要回来啊？你跟他换袜子的时候，会不会顺便看一下鞋子？会嘛，对不对？他用一双袜子来跟你做朋友，哦，那我一口气说，哦，而且这袜子很好哦，一口气给他买了8双，终身保护。我家哈、哦，从那时候开始应该不会再买新的袜子了，因为终身保护了。哦，那另外呢，我讲的是良心企业啦哈、哦。另外当然就是那个徐文燕在推那个公平贸易咖啡嘛哈、哦。有一次我到他的咖啡店，就在台北那边红山街那边。然后他就请我喝咖啡，然后他们在做公平贸易，就是不要剥削的。然后他们的组织，他们这个系统呢，就是到